在做修护的时候，就跟一般修庙或者是建庙有很大的不同。不同的地方呢，就在于古迹修护，它是就有损害的地方来做修护跟补强，但是对于那些具有文资价值的部分，是都要保留它的原有的样貌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。那至于在使用上啊，在使用上也会啊做略微的调整啊，那这样呢，能够使我们的这个灯塔呢能够做持续的运作。我们要说的是，近代呢所有的灯塔都已经啊都已经进到这个新的这个GPS 等等的这些新数位的领域，也就是因为进到新数位的领域呢，这些传统用视觉航标来作为主体这个灯塔呢就更显重要，所以它的文化价值已经高于它的使用功能上面的价值，这一点呢是要特地让各位来做啊了解啊。也很可惜的就是因为啊整个地理形势的关系啊，要到这个地方来本身啊不是很容易，正因为不是很容易，所以它的价值它的意义也就更高。那我们希望呢这一次的修复啊，因为在航港局的这个啊这个有限的预算情况下，我们只能进行第一期的这个修复的工作，那将来呢有第二期款的时候，我们会把一些这个没有急迫性的部分继续做加强。那第一次当然以急迫性为主，这是特别要告诉各位的。总之呢，我们希望这个灯塔能够在360天的这个工作天里面把它做日历天里面都把它做一个完整的修复。那也希望各位乡亲啊，随时呢有空啊，因为这都是开放的灯塔，随时有空呢来给我们啊这个指导指教啊。以上呢我就简单的啊这个问题做一个报告啊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